哎，这可以耐，猜错。哟，我出来，出来，开始录像。没有停在这里过，可惜没有零头果哈。录像。过后开始录，反正在我后面。刚好跑进我画面，叫得很哀怨，但估计应该是不会喂了啦。对，一直在叫啊，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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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母鸟回来，没有看到它进去哪里洞，我看一下这边啊，在这，抓到了，在拔毛了。开始录像，过后开始录影。抢走了，是母鸟应该还会飞回去它的老位置，这边先休息一下，我去看一下另外两只那个母鸟，该把食物拿去给小巢穴里最小只的，然后这边另外两只比较大的。还有一只在这，但也不会进去抢，对，让给最小只的吃。我看一下最小只的，其实这已经剩，应该是剩菜了，一点点。你这只也在叫，也想吃吗？来，开始录像。
GoPro 开始录影。啊，所以两只都去那边山壁后面找东西吃了，不错。来，有一只进来了。你去哪里？哎呀，是谁？公鸟啊，公鸟回来了，没有带东西。公鸟。太难，公鸟开始录像。去后面，很尴尬，已经对不到焦了。收了，拜拜，要对到焦了。拜，下雨了。好，回家了，6点多，下雨了，从下雨拍到下雨，6:07，哇，明天不要下雨啊，至少六日再给我多拍一天嘛，刚才那椅子没把人家放好，明天下雨的话就来这个棚子拍一会儿。哎呦，刚才那个把人家冻到椅子，把这椅子都绑住了，不给人家拿走。好，看一下，哎呦，有飞了，又飞去后面了。这是谁？公鸟，母鸟飞去后面了。好了，回家。今天那个下午场的话，出门就遇到下雨，果然是下雨场，不是下午场，这帽子没办法。然后看到金牌去车上拿东西，然后他说，他在棚子底下拍，于是就过来陪他拍了一会。下雨的秋葬岩也不错。然后什么？然后，公鸟一直到6点多才回来，然后又飞去后面。母鸟有去仓库拿一个剩菜给巢穴里面那一只最小只的吃，然后两只比较大只的都飞到那个岩壁后面去了，应该是自己去找剩菜吃吧。甚至公鸟回来也飞去那个地方。最后我要走的时候，回头看一下母鸟也飞去那个地方，估计去那边找剩菜吃吧。不想应该有吧。加减有一点，然后早上抓了一只八哥嘛，下午那个蔡先生说有抓一只鸽子回来，所以那只鸽子应该还有剩吧，也不一定，饿了一天说明整只吃光光了，可是最小那只确定肚子还是饿的。好，回家了。